可化肥及时通关，对保障春耕、促进农作物增收具有重要作用。我们代理这趟钾肥班列会在五天后到达重庆。目前我们今年一共代理进口化肥6万余吨，接近去年全年化肥进口总量的70%。目前正是春耕备肥的重要时期，我们不断优化通关环境，开通春耕农资绿色通道，对进口春耕农资班列实施优先查验，随到随查，每批次班列通关时间平均减少约1小时，保障春耕农资产品快速进入国内市场。